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成了藤蜜？怎么会这样？ 我这算灵魂出窍吗？哦，你醒醒！哦，你醒醒！醒醒啊！你醒一醒啊！ 知道。嗯，这是我录的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睁眼就变成了你，你别不信，这是真的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一醒来就进入了你的身体里。相信我，我也觉得我疯了。我这是梦游还是人格分裂啊？不行，我得搞清楚。 怎么证明你就是罗欧，而不是我人格分裂了？说一件只有你知道，而且可以证明的事情。只有我知道，还可以证明的事。你肯定没有梁景瑜的电话号码，你可以打给他。喂，请问是梁景瑜吗？ 这真的不是我，我说不出来这种话，也做不出来这种事儿。这不是纠缠，这是分裂呀。怎么样，是不是传说中的人格分裂？人格分裂这种东西在电视上很常见，但是现实生活中是非常罕见的。这种概率，就好像是中了彩票一样。对呀，他现在中了。家属不要再刺激患者了。 他这是心理压力过大导致的精神崩溃，至于模仿哥哥的视频，可能是因为思念过度所致的。回去好好休息，过一阵子再来复查吧。医生啊。
你不带这么安慰人的吧？他这状况一定没那么简单。哎，要不然你给开点药，开点，开点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们简单开一点有助于睡眠的药。回去按时吃，记得多休息。然后，你别再刺激他了。不是你这助眠的安慰剂，现在对他都不好使了。再说了，不是我刺激他，是他刺激我。 那要不你也来挂一号？行了，我都说我没事了。哎，医生，我问问看啊，这个药我能吃吗？我最近睡眠特别差，就是被他吓的。要不然你给我开两份儿啊？这个药要是吃多了，会死人的。唐蜜。 站住！你真的要放弃治疗啊？万一真的是我哥回来了呢？我知道你们都把我当病人，但真的是我哥，他真的回来了。喂。